马斯克又称全球首富身价2300亿美元，等于盖茨加巴菲特。发推特嘲讽贝索斯身价2300亿美元，马斯克再次登顶世界首富。10月16日，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，截至10月15日上午，现年50岁的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的净资产已高达2300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.49万亿。而近期得益于特斯拉股票的大幅上涨以及 SpaceX 股票的出售，马斯克今年的财富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。